呢條係2013年嘅34条 ，U 咧會根據一個 decay 咧就會變成咧 X 嘅，而呢個過程裏面咧佢就會放咗兩粒 alpha， 再加兩粒 beta 嘅。而家個問題就係究竟 E set 係幾多 ，A 係幾多啦？咁我哋將啲 atomic number 同 mass number 寫翻落啦 ，alpha 咧就係24嘅 ，beta 咧留心啦，係-1.0嘅，所以根據呢個 equation 嘅話，你馬上就會見到238就會等於 A 加2乘4，所以咧 A 咧你睇翻啦，就會係等於230啦，少咗八。跟住我哋睇下邊嘅 atomic number， 92就會等於2 set 加2乘2加2乘-1。因為呢個係負一嚟噶嘛，所以你會計到咧，2 set 咧就會都係90，所以呢條答案咧就會係 A。